有请范小天导演。黄宏禄，千呼万唤始出来。班长，好了，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电视连续剧《热爱全国首播会》及主演苏有朋、韩雪见面会。我是苏州广电总台的主持人陈晓，我是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马月辉。今天呢，很荣幸请到了《热爱》的导演范小天先生。好，谢谢。男主角苏明涛的扮演者苏有朋先生。啊，沈寒秋的扮演者韩雪。今天呢，要谢谢今天的观众朋友和全国的影迷朋友们，开启热爱全国首播的激动时刻。那么在此，我们也非常感谢特地赶来的苏城的各家的媒体，他们是苏州日报、乌苏晚报、城市商报、广电报、明城早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江南时报、女子新时空、新闻综合频道、社会经济频道、生活资讯频道、新闻综合频率、交通经济频率、都市音乐频率，还有明城苏州网站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到来。热爱这部电视剧呢，讲的是建国初期，当时有这个主题的电视连续剧叫红粉红粉，但是同样是有这个改造苏州女子这样一个因素，但是在我们的热爱这部电视剧里面，它有一个更突出的亮点，因为它和以前电视剧有很多的颠覆的地方。是的。那么这些亮点到底在哪呢？我们特别做了一段片花。没错，我们请看大屏幕。特放片花一。也会在故事在苏州发生，也真的是苏州。其实是一种浓浓的故乡情节。对，哎对。将来可能猪八戒的故事都发生在苏州，就全部的戏都只要有可能。但当然你非要飞到纽约去呢，我没办法啊。就是说，但是都是会跟苏州有关，就是说用那个福克纳的一张邮票的概念，希望将来能把苏州拍好。
好的好的，这个当然希望在座的演员能够来演。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如果说以后我们出租饭馆要拍猪八戒，要海选猪八戒的话，大家一定要过来帮忙啊。谢谢。我也听着有冯大哥悄悄的说了一句，猪八戒是苏州人。说是原来朱先生是苏州人。啊，是猪八戒的孙生朱先生。接下来呢，问一下范导，就是说在拍这部剧的过程中啊，有什么样的事件啊或者故事啊，对您的感触比较深？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演员是非常可爱，我们现场也发生争论，我跟两位都发生过争论，但是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争论完了以后我们还是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大家都为了这部戏，我觉得是就是用生命在演，就是还可以演，真的选下来了，然后还跟我说，当时吉他还说还可以演。他是那个跌倒了，然后我说你不要跌了，他说在劳改的时候也是，然后我说你不要再跌了，他说不好吧，再来一次还要跌，我说你找点防护手段，他们不要，他们就是我妈了，就是可能我就有点十部戏投入的情感的东西都多不过这一部戏，但最终下决心我觉得需要挑战一下。你是被人遗忘的角色，挑战自己是急需勇气的，是的。大家也看到了，今天能够呈现这么精彩的电视剧，而背后却付出了很大的艰辛，真是有冯大哥还受了伤。这个接下来我们将要问的就是苏有朋啊，是这样的，这个发布会呢，其实我们的宣传做了很久，不是几个月，是几年，也不是几年，其实几千年，250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苏有朋今天肯定会来。所以呢，我们锻炼呢，我觉得让你在这边主持太可惜了，你要有别的专场。是这样的，我的专场就是带领大家呼喊口号，把你们口号喊出来。我们的上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谢谢。奥运在家啊，我那时候在大连拍戏，在电视上看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就是这句口号。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妈呀，谢谢。那想问这个冯大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角色呀，和你以往饰演的一些角色有很大的不同。你是当时怎么想尝试这么一个角色的？其实刚刚那个导演范导演说了，就是我们在北京其实才见面没有很长的时间，对我来讲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感谢，因为在接这个热爱之前，其实我大概停止接戏，也不是说停止吧，就是我觉得我的一个艺人或是一个演员的自身的成长或者成熟度已经超过了你送来的剧本，所以我过去的一些基本上比较类型化或是同类型的已经演过了类似的角色，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去在电视里面看到我自己那个样子，或者是那些角色已经没有办法再刺激我的激情了，我就觉得这东西我没有办法再做下去，我接受不了，那我就开始去等待新的机会。那可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因为有些时候做演员是比较被动的，我们必须要等一些有慧眼的导演啊或是制片人，我们是必须要去等待好的机会来找我们，好的剧本。对，那中间那就很多 OK， 我觉得可能不会，不可能再超越过去火花的剧本就推掉了。那大概等了有至少有2年吧，一直到就是那个范晓萱导演到北京来，然后看到了这个本子，终于等到我比较期待的一些，我认为这个角色其实比较没那么主流，他比较非主流，他比较边缘化一点的角色，我觉得他比较有个性。然后在你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这个角色很特殊，因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而且他在剧情的开始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是有病史的。比方说一开始你看到的表面的阳光的状态，其实他是已经是有潜在的基因在。然后戏里面很难的部分是他，我觉得这也是导演变态的部分啊，对不起，都不想讲。这个角色啊，他是从没事儿到渐渐发病到高峰蹦，然后就下来，然后又重新再好，然后再死再好，你知道那个阶段有多少啊？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很有挑战吧，就是你很需要去思考，对，思考，而且我想要定义是名字非常有意思，就是阳光帅气的精神病患者。
有没有阳光帅气不晓得，其实我觉得他不行，其实他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小说写起来，就是你看故事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很看起来非常有故事性，看起来很引人入胜，对吧？可是当你真正在创作的时候，它其实你要真的去做研究，它是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病情综合在里面的。就同样的一句台词，你用普通人的说话的方式，你可能也可以就是大家互相 OK， 跟对手之间互相丢球可以完成那些东西。可是你跟一个精神病的人，他的节奏可能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是答非所问的，有些时候他是有逻辑的，有些时候又是没有，话里不谈。对，所以你在诠释的时候怎么去做它？那我又觉得一般的所谓的比较主流的角色，他其实有很多参照物，就是你放眼电视剧，有太多的男一号，正规的男一号，正规的女一号，大家都是这么做。可是对苏明涛来讲，不是，你脑袋里面是没有图像的，你必须自己去创作。对，而且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在场可能我觉得对大多数来讲可能都会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神经兮兮的时候，或是有些紧张的时候，有些失眠的时候，大概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验。可是真的完全是个精神病的人，我们毕竟是少数，我们可能很少机会可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你在他增加了你去研究他和了解他内心状态的难度。那我追问一下啊，在扮演的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啊，有没有去参照或者是体验生活去找一些精神病患者去观察一下？这个是肯定必要的，就是一些过去曾经接触的一些经验，包括也有上网找一些资料。因为苏明涛的病蛮复杂的，就坦白讲讲，他有非主流精神病。对，然后还有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然后再参照一些自身的一些感受吧，然后尽量在拍戏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一些文字上的资料它毕竟很表面，你光看那个东西，我觉得你演出来的东西会很表面，你必须在拍的时候你要进入到他的精神状态，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他的思想是跳跃的，他是总是片面的咻一片一片的来的，他为什么会找一句话上句不接下句，他那时候为什么会那么怕，为什么会恐惧，为什么会拍戏呢？所以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在表演的时候，你是那些东西那些真实的状态，是你在家里面看剧本上是无法预期的，是你真的到了现场，你进入那一场戏以后，你才知道原来他会是那样子的表情，他那时候在想这个，是要走入那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对，我觉得不是从那个就是一些文字资料上片面那几个形容词就能够告。接下来呢，再去尝试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一种非主流，我觉得是吧？我觉得做一个，但我觉得就是我可能长得很主流，所以一路以来，我觉得可能给大家印象，包括之前公司的一些设定，或是我以前的一些想法吧，我觉得都也就比较主流这样子。然后觉得现在想做一些其他的尝试。那我觉得可能《热爱》里面的苏明涛只是一个开始，我接下来接的一些戏应该都会继续给大家更大的破坏后的重建，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和惊喜。好的，那我们共同来期待，谢谢大家支持，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小雨，小雨，小雨，连夜兼程1100公里北京过来。兰花代表着小雨对我们大哥的一些希望，一些爱的，就像我们电视剧一样热爱，从始至终的热爱。本来小雨，今天你到了我们有福哥哥的身边，有什么想对有福哥哥说的？现在，来，这是小雨的妈妈。完了，小雨想看的，完了他想屁股上天。不好意思，因为我昨天拍了通宵，我一夜没睡，我今天声音特别哑。待会咱们拍照。还是我们还是心疼那个有朋友要看了吧。刚才还是真正的粉丝，对不对？对。来，我们拿着吧，我们已经。
叫你飞机上来苏州，还是小雨来可能休息一下。一天的场次里面都是在不一样的阶段，各种风，对各种风，对各种风。我在这里要特别说的，因为我的对手戏可能最多的是雪雪，是韩雪。然后因为我当然我也要谢谢其他的演员，可我最特别谢谢韩雪，因为我觉得其他演员都帮助我很大，因为我的状态常常那个我没有没有，而且我有场戏，我有朋友演戏的时候，我场戏特别深，我估计可能说我也看大家特别心疼你的，就是疯了以后，那个就是蓬头垢面坐在那个河边上，就是到处找你的时候，结果就是那场戏特别让人难受的时候，你外突然在那个桥边上发现了一个。但就是已经你很难想象他现在这个样子，而更关键是他给自己设计的道具，他把那个馒头蹭的全是泥啊沙啊，然后玩溜溜球在那吃馒头。其实原剧本就只是可能我找到他的样子，就心里特难受，就到处指了，就导演不喊停，就让你们俩去演吧，就让他演吧。然后当时真的是控制不住，然后我就试着把他的那个馒头揪一块放在这里，虽然你知道吃了一嘴的沙子，但是。一下心里特别难受，你就觉得，哎呀，天哪，这情绪就特别对，特别能够感受，就是他这么一段时间经历的那种生活苦难，就像你丢了一个自己的孩子，你知道，就是说，当你再点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那样，你会由衷的心里会特别特别的心疼。但是这个真的就是营造了一个环境，可能演员之间相互给的那种东西，所以其实。虽然你说跟有朋拍戏的时间我们特别短，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拍戏上手特别特别的快。我这拍戏第一天我们俩就是一场情感戏，但是瞬间你就会找到那样的感觉，特别好。对，刚刚阿伟说了一些关于剧里面讨论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环节。对，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苏有朋和韩雪都是专业级别的演员，但是我们呢，现场请到了几位非专业的演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寨演员。哎，怎么讲？打击是太快，认真的。我们之前给他们看了一段，看了两。